成功失败可以注定多一趟。酷似红红红的脸庞，相信大家对他不陌生。拥有超级明星脸的台语歌手林俊吉，这回将把招牌歌曲带来中和，给乡亲朋友难忘的听觉享受。这次的悦来中秋道音乐飨宴还邀请最上镜头的台语歌手董玉君，声音清亮甜美，国台语歌曲都拿手，曾获得亚洲新人歌唱大赛第一届季冠军。同样参加亚洲新人歌唱大赛的歌手苏佑龙是第三届的季冠军，身为 PK 常胜军，实力坚强，让大家可以一饱耳福。9月24号有办一场我们音乐的飨宴，也希望这次办的活动地点在漳和国中的羽球馆，那所以也希望所有的中和的朋友或者新北市的朋友能够来我们漳和国中，在9月24号一起来听音乐，享受那个音乐的洗礼。去年音乐会，两位中生代歌手萧玉芬、贾子慧，还有俊乐艺术剧团也会来到漳和国中羽球馆和大家一起同乐。五位歌手轮番登台，加上剧团精彩演出，9月24号下午2点到5点，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收听新闻综合报道。